茉莉在她的城堡里放松。狮子怎么了？茉莉殿下，你的信。什么？哦，比赛之夜的邀请。我来了。Yes。弗洛德给艾丽尔送信。艾尔莎真有创意，她想了一些游戏，真有趣。哦，我等不及了。茉莉乘坐飞毯过来。是这里了。停，在这儿。茉莉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嘿，艾尔莎邀请了所有的人吗？欢迎来到游戏之夜，你会记住这一天的。女士们，邀请函。进来吧，门开着。会很有趣的。同等分木质绞盘，不只是木块，用它们建摩天大楼。准备好了吗？这是新游戏的盒子。好吧，从简单的开始。大家都喜欢叠叠乐，建一座塔。嗯哼，我先。现在我，哦，没关系，继续。结束这场游戏就能开始新游戏啦。Cool， 嘿嘿，怎么样？奥拉夫找到了新的方法。用塑料棒球做存钱罐，做开口，就是这个形状。切除吸管底部，这些是腿，然后出现了鼻子，加耳朵和眼睛，装满糖果。给大家的糖果，为点心而战。我们来了，我和埃里克拿绳子，情侣们一起玩。装满糖果的存钱罐是奖励，第一轮是拔河拉。哦，耶，埃里克，我们赢了。第二轮，公主们需要用珠子装满容器。耶，我的更重。安娜赢了。最后是篮球。Yes。埃里克错过了，但安娜和克里斯托夫投进了。耶！比赛结束时，存钱罐里都是糖果，安娜和克里斯托夫的。Yay！ 哦，我们输了。糖果分给大家。开心是最重要的。奥拉夫留下脚印。嗯，脚印让我想到了新游戏。花扭扭乐，从红色开始，耐心。耶，准备好了，现在包装，看起来很棒。Yes。 艾尔莎会喜欢的。女孩们看这个，你们会喜欢的。是扭扭乐，腾开空间。嗯哼，打开。准备好转轮子了吗？哦，女孩们要努力了。这太难了，希望不要被卡住，游戏很激烈。快点，我要摔倒了。嘿，到我啦。哦不，奥拉夫，你总是这样。和奥拉夫一起玩扭扭乐肯定会输。用旧的茶漏斗做面具，涂成黑色，用泡沫纸装饰。头盔好了，现在做肌腱，兑换末端，做手柄，添加金属漆。姑娘们又无聊了，应该做什么？我们有化妆品，涂指甲吗？我先帮你做头发。完美容院吧。艾尔莎，那是什么？肌腱面具，我在学这个。看，你戴着面具，穿着粉色上衣，很眼熟。对了，来恶作剧吧。来吧，哇哈哈啊，救命。等等，这个声音是，哈哈，女孩们的恶作剧。哇哦，粘土面团，
一点魔法。有了粘土层，有了模具，就可以做饼干啦。画符号，放入烤箱前做托盘。烘焙吧，女孩们，我饿了，我想吃点心。谁想喝热茶？这些别针是什么？一个游戏，将里面的形状完整的取出来。我先，看，很简单。哇哦，酷！到我了。哦不，饼干在他的鼻子上，我只能吃掉了。姑娘们非常努力，成功了，还剩一点。哦不，还是吃饼干吧。用印刷品做一盒豆子，是特别的怪味豆。在塑料盖上放旋转器，隔间装满豆子，转针决定谁得到糖果，谁得到怪味豆。女孩们，一个新的游戏，怪味豆，里面都是奇怪的味道。我先，哦，绿色，危险，哟，太恶心了。到我了，粉色，好吃，是浆果。哦，蓝莓，嘿，不公平，我要一起吃，肯定会有好运。哦，很奇怪，我的脸红了，头上长出了花，鼻子下面还有胡子。他好像对糖果过敏，也许你吃的太多了，少吃点甜食。用泡沫纸和盖子放三个绘制彩色的符号，用虚线将场地划分，用甜甜圈环，还不够，加冰淇淋，不行，用热狗代替。哦，很有趣。艾丽娥带来点心和游戏盘。女孩们，这很有趣。艾尔莎吃点蛋糕，你是接受、拒绝还是加倍？接受，嗯，好吃。茉莉想要更多，我加倍到西瓜。奥拉夫，煎饼怎么样？我有计划，加倍，加倍，再加，再加，再加。哦，没有了，我们有吗？哈哈，都是我的点心。我跟你们分享，我不贪心，我只是喜欢玩游戏。去除这个，做高尔夫球场，用毛毡做边界，添加轮廓，插入隐藏的孔，一面旗帜指向它，做高尔夫俱乐部，金属更坚固。公主们在放松，艾丽尔在看书，保加康蒂在攀岩，安娜和茉莉在打迷你高尔夫。我喜欢高尔夫。哇！奥拉夫，到我了。耶，球进了。耶！嘿，现在到我。好吧，给你。哇哦，我要进球。这里也要继续，雪人永不放弃。哦，女孩们，我被卡住了。救命！哦，奥拉夫，我们来帮你。终于，球呢？进洞了吗？哦耶！奥拉夫赢了。是的，他是毁掉游戏的冠军。哇！在黑色盖子内放灯，盖上泡沫纸，添加开关手柄，添加条纹。有电筒就不怕黑了。该讲恐怖故事了。艾丽儿很专业。哦，我有鹅卵石。然后人走进黑暗的房间，就在你身后。嘿，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奥拉夫，你吓坏我们啦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来拿饼干。